最后一题那个，最后一题有写错而已，其他都对。然后我看我的分数还是很低，好难过。夸奖可能啊，完了完了，这牌丢了。前面三四天没有好好的玩摩托车，但是小木都在刷太空，刷什么？太空，而且都在用新车。天成给他们钱了吧？小宝跟小木还说一直要用这台车，说说而已啊。不是维纳斯打天痕吗？不清楚啊。我是希望他们能去的。去哪里？去北京吗？是啊，这样至少有个分赛区能好看一点。那个人怎么快啊？啊？我应该珍惜一次机会呢。你该来吃鸡了吧？你要我吃鸡哦？我还怕我今天吃不到鸡，然后去路边买那个盐水鸡。哎，大陆那边有盐水鸡吗？有啊。我还以为那个比较像是台湾才会有的东西。作文应该挺简单的吧？作文挺好发挥的啊，他就是说。物美价廉的，你对物美价廉的印象的观感是什么？它是一个蛮生活化的题目啊，所以挺好发挥的，我觉得。我写不多啊，我写五百左右而已啊。知道盐水鸭是南京的特产，也就是说这是带到台湾的东西。鸭哦，但做法一样了，类似了，做法类似了。我们这边也是卖盐水鸭。对啊，盐水鸭是南京的名菜嘛。那种都鸭这么嫩，还被餐饮打到。没干嘛啊，三年没玩啊。留个种禽兽已经陷入暴走。不是，我叫他留个种，这逼别去杀了，赶紧回家留个种啊。妈的，不留种他妈妈这贱人，你他妈送死啊你啊。那还真的是菊花万人宠。看你们这电视，我也不对了。好了好了，收收，好。你看我会那个？还好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在下载东西。我在下载英雄联盟。六，多久下好？60%了，现在。你要带禽兽吗？对啊，带我飞啊！我抱个碗啊！好久没打龙了，没人打，无聊。你可以选择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模式，带禽兽去玩。妈了个蛋蛋！
刚刚看三 S 跟小花单挑，现在回来看台服，觉得脱票提速有点慢。这个问题请我们的 Tony 帮你回答一下。其实很简单，国服的游侠的脱票数那只数是 3.39， 韩服和台服是 3.09， 所以国服的车可以拖到320，那么韩服和台服拖到300就很快了。就连带100分。妈蛋，又输了，操你妈！回了爆坑，来带我打 T 机啊，上电视啊！没电视可以上了，是吗？垃圾图，垃圾图。3.39，等一下我发你了，安德森啊。今天打到不睡吗？我跟他跑一会儿在那个，但他说没人要玩，超无聊的。行吧，等你。不好吃，我不敢吃。没有，薯片超咸的。天啊！我找一下在哪里哦。对啊。但它是抹盐哦，好恶哦、喔。很屌哎、欸，其他都很正常。哦，我好像吃起来超恶心的，跟别的菜配在一起吃吧，反正没办法吃。这雪人玩你妈逼不玩？哦，因为时间是坏的啊，那个动不了。那还是到我说完好了。哎，他们两个为什么用上了碳黑喷漆？这不是应该是你的专属颜色吗？你在说谁啊？小木和三 S 啊。滚！哎，其实我觉得碳黑比黑色好看呢、欸。为什么他们要模仿你的脸？模仿我的脸，模仿我的面是吧？我真的不想理你们，你们智障。那我夹你啊？没有啊，我自己输了。来就是我跑完国服之后，我来台湾，我觉得我好温和啊，这个速度。温和是怎样？然后就是稍微甩起来不会太快、啊。哎，爆坑昨天还是前天那个线下那个什么联赛？台服。哪有联赛？昨天前天什么高校联赛？对，校园联赛吧。宋月跟春春姐说。哦，那个是。哦，那是北科跟台科的跑跑比赛啊。对的。你要知道啊。小班昨天下午还转播了。天大地大，台科大啊。我操！你去参加？你去冒牌啊？哦，台科好吃吗？台科大也算是台大在下来的学校一样。很猛的、啊。
进那个大学分数多少的？至少要六百。